用人手制造的这个钢琴啊，我们感觉更加有那种人要的那种弹奏的这种感觉，真正的出来这个人的一种要的那种声音和那个感觉，靠人是用手做出来的。然后早期的时候，德国的钢琴厂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生产，所以我们这个工厂现在还保持了很大部分的工序都还是用人手来做的。在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生产钢琴的这个镇啊，我们就是那个艾森伯这个地方是世界钢琴的发源地之一。那么有这个传统的历史，这种历史有300年一直秉承下来之后呢，有一帮这样的好的工匠，那么这些人他们天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研究怎么做得更加好的声音，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才会有孕育出这种那么好的钢琴。所以这个是，所以在欧洲是要有这种历史的沉淀，才会有这种那个品质。所以我认为这个我们这里所有的钢琴制造的都是不是一个像他只是来工作，他是像一个工匠，他是把它当作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做最好的钢琴。我们在2007年开始和这个 William Steinberg 合作，然后其实一直在把很多那个工序，我们每年派的这个两批的人员来这个德国。然后每次6个月来实习，来学习他们的工序，来感受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在大陆做钢琴的时候，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做，来到这里以后就发现原来人家做这个工序是这样做的，这样的想法来做的，才可以做出那么好的声音。所以通过这样的无数的次的这种交流和学习之后，我们已经把很多传统的工艺慢慢传承到我们大陆去。Mein Name ist Holger Ortel. Ich arbeite seit 35 Jahren hier in der Firma als Tischler.